Hello，大家晚上好啊！今天呢，跟老婆哥呢一起来分享一个苹果尊的小罐儿啊。这个苹果尊呢，是一个中期到清晚期的一个缠枝花卉的这种题材的这么一个双喜的一个小苹果尊。为什么叫苹果尊呢？啊，形似苹果哈，它是不是特别像苹果？这个东西呢是没盖儿的。去呢，它是一个食用器啊，可以装一些茶叶呀、一些药物啊，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呢，插花摆赏啊，也可以算是文人喜爱的一个小雅器啊，既实用啊，又能摆赏的这么一个小东西。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小苹果尊的底部呢，非常的干老，而且呢，火势红呢，非常的明显啊，带有一点点的沾沙现象，很少很少，几乎看不到的沾沙现象。然后呢，整个的青花的发色呢，非常的蓝艳，非常的漂亮。造型呢，非常的敦厚，这个造型呢非常的好，非常有厚重感，而且呢非常的规矩啊，而且比较规整，挺圆的啊，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摆赏的小物件啊。然后呢，唯一的缺陷啊，就是任何身上没有任何的缺陷啊，唯一的呢就在口沿这儿呢有一个米大米粒儿这么大的一个底下的一个小磕飞，从上面看呢不明显，但是呢从下面看。